帮我点个订阅吧。在对面是吧？好的。在对面吗？来认真一点的呀。Hey baby, let's go。我来热了呀！来来，结束。亚人秒了，三秒了。然后飞机套吧。在哪？好难。我也知道，还有闪现，我也在演。我靠！一枚，啥他妈？简单。沙狼，我操！没沙狼，我是这个，这是那个有点小浪。太难玩了。小A这个车，刚拿了把月，他妈头给打歪了。哇，这个亚索是个老亚索。哇，这个亚索刚刚是我可能直接打了，但是他等这个塞纳斯拉完以后，那个击飞再打，就是这个寡妇再给他100个闪现，他都不可能跑。这个亚索有我一半的水准，不错不错，小小细节了一波。哇，直接一个魔抗斗篷让对面陷入了绝望。哎，出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哇哦！这他妈怎么来了？走了。退钱，你别到了。好吃。他们来送了。我可能死了，小胖没闪，这个钱只能吃一下了。也会死吗？还有助攻，助攻，我也用了自己的枪。啊！我操！他三个人直接把我杀了，把大狼哥的猪来吃来的，没办法。有么子呀？哎，想知道哪里？因为老板还是小炮也帮他队友，是吧？俩都用了。给他说哪个大，给他哪个大，来讲一下，给他讲一下，帮我放个大，帮我放个大，跟他说一下，跟他说一下，放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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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吧，有点慢，快一点可能双杀了，还空大了，我操！
我操，这攻击力太难受了，这攻击力好高啊！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怎么又带点燃的？太难过了。哦，两滴血，没死了。那肯定要飞啊，这个辅助一个人真难，多一个人我就倒了。我干过，你干过我了吗？刚刚？没有啊，被他打了呀。对，被他打。哇，我们一个都不知道。我操！怎么这么能看个花痴？打不了花痴。差一点进去了吗？压力，吓死我！整点压力。我怎么都没用啊，我就说这个人要打我，哎呦我吐了，我自己想干嘛，哇你有用的，看完了这怎么没用啊，是吗，我早使用早，妈的！我们的塞尔斯刚刚去打野了，太难了。不打野的话就全杀了。好，还是去。哎，可惜。没事，高地也黑掉了。他刚不去打三狼的话就好。那也没验到呀，没风花。这些兵看到要干啥呀？那个英雄本来是缺陷啊，都。轰，好大！准备大。哎，这人一说就走了呀。哎，这老板娘，为什么打我？装备，我们打了。哦，可惜没有被他掐死啊！哎呀，哇，掐了眼镜得分，很爽，爽。